很多男性与女性合影时双手都规规矩矩，这被称之为绅士手。作为凡哥的好友陈伟霆同样是绅士手的代言人，在与邓紫棋合影时双手半握搭在其肩上，既显随性又不失绅士风范。凡凡与颖宝一起参加十二层骑楼，在节目里没有一点点防备，也没有一丝丝顾虑，略显拘谨的绅士手不见了，或搂或抱都大大方方，亲密无间。而陈伟霆在快乐大本营的游戏环节中更是将颖宝高高举起，还有点小邪恶的样子，让人不由觉得两人关系确实不一般。两位男神对颖宝的态度并不是随时都要规范起距离的绅士手，而是一个蜜汁抱，一个举高高，都能放得很开，表现出男神调皮热情的一面。而之所以能够如此，小编觉得还是颖宝朴实大方的性格决定的吧。在偶像来了，颖宝这种率真的性格与谢娜一拍即合，便也得到了何炅的额外照顾。所以说颖宝不是真的不合群了，只是不喜欢那种热情寒暄的场合。只要对方不是那种特作的人，相信都会喜欢上颖宝这份率真吧。也正是因为颖宝这种大大咧咧又认真爱玩的性格，才使得男士们纷纷放下拘谨的绅士手，开始与颖宝打成一片了。